好了，现在我把我的鞋换好了，我们现在要去采水果啦，开心。Immaculate. Try to do it yourself. Oh, 正好掉在我袋子里了。在园子里面工作的时候，尤其在马提尼克，必须要穿上一点衣服，然后可以把我本身的衣服盖住，这样就不会搞脏了。卡洛的爸爸今天要教我怎么采香蕉。好大一把绿色的香蕉，别看它是绿色的，但是它已经成熟可以吃了。这椰子树上面的椰子是黄色的，这边椰子上面椰子树上面的椰子是黄色的，那么它们的区别呢就在于它这个口感。在每次采完椰子之后呢，这些椰子都需要用清水全部先洗干净了，才可以把它剖开，因为在这个椰子树上呢，有些时候有些老鼠会爬在椰子树的顶上，然后它们会在这个椰子上面留下一些粪便，这些粪便呢，如果不小心搞到眼睛里面，会导致眼睛的失明，所以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每次我们在采完这个椰子之后呢，都必须要拿清水把它洗干净，然后把它擦干净以后再把它剖开，这样的话它这些老鼠留下的这些粪便呢就不会流到它这个椰子里面了。哇，现在卡洛的爸爸已经把这个椰子已经洗干净了，他现在把这个椰子要剖开，把这皮先去掉。现在您看到里面有椰子水，特别新鲜的椰子水，特别纯正，刚从树上采下来的。非常甜，非常清爽。如果有一天你们来这里旅游的话，这里就是你们的终点了。哎，来尝尝这个海胆炒饭，好，是这边的特色，里面很多这些新鲜的海胆，野生的。我记得我在国内吃过一次，不过那个价格还是挺高的。我来尝一尝这边的，感觉比国内的确实新鲜很多，是吧？对对，这边都是野生的海胆，这个海胆的味道就能，它是这边的海胆比那个基地啊那边的海胆都好吃，是特别味道比较香，这边的。太太您好，您何时来马提尼克的呢？差不多43年了。43年了，那已经很长时间了。对啊。那您刚到马提尼克的时候，当地你觉得当地的人民对您怎么样接待？辛苦了，有粉丝。谁有粉丝？对，谢谢你们。非常感谢。卡洛在马提尼克有一间房子，因为我跟他结婚了以后呢，其实这间房子也是属于我的。我们俩从英国买了两个地毯，绿色的和粉色的，然后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怎么来装饰这个房子。其实还不止这一个窗户，另外一边的景色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哒啦，是不是很美？这边我们同样有椰子树，还有一些香蕉树，然后这边还有我们的地。
样看起来，哦，好像好很多。现在可以开始。然后我现在要把这个涂料给粉刷起来。那这里就是卡洛小时候工作的地方啦，他以前在这里打过零工。那么他的好朋友 Manuel 呢，今天要给我充一个轮胎，这样的我去海边玩的时候呢，可以把轮胎当做我的游泳圈。这个卡洛先生的准备工作啊，实在不行。但是呢，好的是，我们记得带我的轮胎游泳圈。今天要好好玩一下。今天啊，我要向你们展示一个在马提尼克很好玩的东西。阳光，坐着游泳圈，吃着冰激凌，这么好的美景陪伴，太惬意了。马提尼克的最大一个特色之一，就是在去海边的路上，总会路过很多食品的小店。这些小店有的是售卖水果，有的卖饮料，还有的是卖 Pulebukani， 一种是烟熏的鸡。我现在要去看一看这个鸡卖多少钱。这个就叫 Pulebukani， 这里面就是一种叫烟熏的烤鸡。下来看一下，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要不来？这个东西呢，只在马提尼克当地出产。Hello Ada， Hello Helen，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我们要上船啦！18世纪这些奴隶是怎么爬山的？哦，他在那里呢，我向你们介绍他。
好啦，我现在要带你们去的地方呢，就在这里。从这边往下走，可能要走30分钟的路程。我相信你们已经把运动鞋都穿好了，我们一起走。终于到了，爬了半个小时的山。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虽然来这里的路途很艰难，但所有的汗水都值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都用一种方式来保护他们的胳膊。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向你展示一下，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做的。当时他们会有这种布条，这种长长的布条，然后会想办法在这上面打个结。然后打完结之后呢，用这个布条把这胳膊一点一点给缠上。不是很潮。好了，所有准备完毕，我要准备去砍甘蔗了，我们一会儿见啊。And a little bit of grease. And you try it like this. Okay. Okay, try through there. Take your time. Half of it here, half of it. Half. The middle. Yeah? The middle, yeah. The middle? Yeah. Okay. Ah, yeah, yeah. Okay, and then? Yeah. And this way? This way, yeah. And the leaf? Yeah, the leaf, yeah.Okay. And fly it. Fly it away. Fly it over. Yeah. Okay. Yeah. Okay. 刚才安东尼教我怎么来砍甘蔗。那么首先呢，你要先拿着这个甘蔗，然后从这个斜角的方向砍下去，用力砍，像这样，然后。把它横过来，再用斜角的方式把它砍下去，然后要这样把甘蔗飞到中间，这样就完成了。再来试下面一个，因为刚才那个太软了，所以我们又重新找了一根。买了。的确是挺不容易的，顶着烈日还在砍甘蔗。那么你们有一天如果在享受美味的朗姆酒和胖吃酒的时候，一定要想想这背后有这些辛劳人民的付出。